我这两天要加班，等会儿要先加会儿班。没事啊。小 K 姐姐，你去啊。我知道你们已经来了哈。我本来今天晚上是有一点想讲一下，就是一些超文或者是一些离谱的事情的，但是考虑了以后，我还是不说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贱得很，知道吧？真的是贱得很。我说过八百遍了，说过八百遍了，所有的东西你就当产出就可以了，真的，所有的东西你当产出就可以了。真的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人肉人家绿豆汤。真的，我本来是想今天心情好好的上来给你们秀一下我最近的技术又他妈进步了，对啊，想秀一下美甲的，我现在整个心情都没了。真的，我本来还想过来跟你们秀一下指甲的，然后现在我整个好心情都没了。对啊，我知道他们现在就是他们现在在他们心里面，如果说是能找到能找到绿豆汤的话，那就能找到你妈。那所以真的是有病的。我本来就今天晚上还想跟你们就是说一下一些就是聊一些我们觉得我们觉得觉觉觉觉得就是一些超人还有一些开心的事的。就关键是不只是那些坏的，他妈我们家有一些傻逼也找，就像现在相当于三方围堵，知道吗？相当于三方围堵，你们以后还想听一点日常，还想听一点产出类型的话，就应该守本分。你们如果说这些傻逼再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会只字不再提了，知道吗？懂不？真的，再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不会再提了。什么？能不能限制一下进直播间的？这个限制不了啊。对啊，你们就真的很想见到他本人了，以后又怎样？你能帮他什么？啊，我就说，你们就算是能见到泽汉，你们能帮他什么？不懂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不要打扰吗？需要你来确定什么东西吗？真的需要确定什么的什么的吗？真的下了人家绿豆汤。我之前的时候不是有说过说你妈回去陪你老。陪你姥姥，陪你姥姥那个过生日嘛。那这段时间他又很敏感，又很敏感，大家都在观望。再加上我自己又我又在立 flag，我又在立 flag，所以这帮人就神经病的去人肉绿豆汤啊，对啊，去你妈深圳小区那边去蹲啊。人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啦，人家就是老跑了，看到的时候老跑了，好不好？对啊，就本来是说有点什么事情跟你们讲一下，大家开开心心也就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查一些消息的源头呢？哎，这5分钟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被这些人给郁闷死了。谁呀？是怎样的？我看到的是我们家一些傻逼也在找他是谁，然后我们那死毒蘑菇也有人去找他是谁。阿姆那边更恐怖了，怕的就是这个，折腾半天，最后对啊，都把手搞得里两败捡到俱了伤炸的，真弹。的是。对啊，我本来今天心情很好，你看5分钟哈，我那个你，我刚刚想上来说炫耀一下，因为我今天重新把指甲给做了，然后，我刚想夸两句，然后我觉得对，你没心情。对，这个我刚想跟你们秀一下，说我现在我的技术又进步了，而且这个渐变超级的自然，对，这个晕染很棒。
是我的，我是我用那个笔刷的，都没有借喷绘，也没有借什么工具，纯手绘刷的。所以我刚想上来跟你们秀一下说我的指甲的，然后现在弄得我整个心情都没了。嗯，对啊，真的是有病的。阿姐好可爱，把指甲钳都给我摆好了。啊，对啊，以后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的标本。对，一些工具。哎，真的是总有些人真的是扫兴的不行。你放心啦，我跟你讲，你们这辈子吃屁都追不上他们，还在深圳蹲什么蹲，人早跑了，等还等你。必须得说，啥都追不上，超出你们的认知。对，最后只能说一句，你吃屁你就追不上。服，对啊，不是在抬我吗？不是也在说我这边在说东说西什么之类的吗？那你为什么要去验证呢？你是真的是有病的。对啊，不是天天说不要信我吗？不是天天在那里宣扬说不要信我吗？对啊，天天在那里宣扬说不要信我，那你去蹲什么？嗯。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一些傻逼。真的，本来今天挺高兴的，而且又很好笑。本来是想上来我们吐槽两句的，现在整个心情都不好了。真的，我们俩早晨到中午，觉得晚上可以好好说个相声。对，好好的跟你们聊一下，然后。然后你们也可以开心一下，但你左右都当坦坦出是吧？怎么还想跟你们讲一些离谱的爱情故事？但是现在就算了，嗯，真的以后就不要动不动就问你要不要发糖什么之类的了。就是可有时候有一些是可以说的，但是以后不会这么更新的。就是以后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才会说那个地方的事。嗯，对啊，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们一些实时的东西了，真的是都不知道什么叫分寸。对啊，以后等这种事情都过了很久以后，才再跟你们说一些离谱的事情了。那本来也是想着你们现在做什么都没，就是做什么都没有，就那个花絮这些东西啊也盘完了，什么东西都盘完了。那主要现在日常生活也就是你爸一个人在营业而已。也很无聊啊，所以才会跟你们说，才会跟你们说一些日常的东西，就想着，对啊，就想着你们也开心一下啊。那哪知道有一些神经病啊？他现在不是说当谜语人，不是说就是讲不讲？我是说，我是直接不说。事关绿豆汤的安全，还有很多事儿，他没法说了。对，以后就是不说了，我说我就直接说，不说我就不说，我不会当谜语人的好不好？当谜语人我也干不来这种事儿，就是能说我就说，不想说我就不说了。以后我可能会跟你们说一些离谱的事，但是不会及时更新了，不会及时更新了。为什么？这个已经威胁到人家人身安全问题了。嗯。宝贝们，阿姐不是针对你们啊，就是现在这个房间的负担程度超出你们想象。我相信，你知道吗？我相信你们跟我互动的这些宝贝都知道很有分寸感，很分寸感的。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不是人的东西，知道吗？不是人的东西。嗯、我跟你们讲个最离谱的，就是上次我不是吐槽说你们姥姥。人家就已经换发型了。你看以前、啊、对,、这个、事对以前你看以前那个谢大妈他们发你姥姥的那个照片都是以前的那个小泡面头然后染黄发的那个发型。那个是 N 年前的发型了知道吗？那 N 年前发型了，我之前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嘛，我说还拿着旧照来骗人，都不知道你姥姥现在换了发型了吗？然后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发型，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发色。你看他下次再发假人的时候立马就换发型了。嗯，这个补丁打的就是那么快。对啊，就 follow 我们直播间 follow 到真的是无语了。天天在这边盯，真的。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偷窥的人生儿子没屁眼。对，生女儿也没屁眼。
对啊，这是你深深的诅咒，懂吗？还有一些就是明知道这样子不好的还乱传的那些，真的是，要是你已经有小孩以后，我就说你没孙子没孙女。对啊，要是你们家真的要生的话，真的是住你孙子也没屁眼。什么放你烟雾弹？你爸放的烟雾弹还不够多啊？哎呀，不行，没法说。对啊，你爸放的烟雾弹还不够多啊？我本来今晚上就想吐槽一下的，我说我靠，工具西蒙真的挺会做人的哈、哦！我刚想夸两句的，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跟五分钟还有小 K 他们吐槽，我说女婿都做女婿的样本的话，工具西蒙被顶在天花板上。对啊，被顶在天花板上。我刚刚然后那我刚想过来跟你们说你爸都会做人这件事情的，你现在还是不说了，那是有病的。什么有人来搞直播间来直播间搞事，来直播间搞事肯定不会啊，但是蹲着直播间这边就是实时盯着直播间啊，就来我们这里找补丁啊。你们发现没有？没真的还没有发现吗？你虽然说我们直播间真的不像我们家一些女明星什么之类的，但是真的是人是鬼都在这里的，我也不明白，明明就不是什么大明星。对，五分钟哦，我们直播间这里来来回回都那帮夕阳红养老团，我不明白。对啊，讲道理哦，已经快一年了，一万粉都没有是吧？关注度一万都没有。那我们家那种随随便便拉出来十几万、二十多万的那种，甚至上百万的都有，大把。我算是我们家那种垫底的，知道吧？垫底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女明星。对啊，真的，就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女明星。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蹲我这里哦。我比你们还期待，我连 BGM 都选好了。这个一开始怎么开场，然后后面怎么玩，我都想好了，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个产出，就好像那天半夜我们俩翻车一样。无论如何，就是一些事情一些人他一定要被保护好。对，可以会跟你们说，但是必须是这个事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跟你们再说出拿出来说，我不能再跟你们说一些实时的事情了，知道吗？你懂吗？你蹲到猴年马月你蹲不到的，人不在的，气死你！懂吗？你这帮生孩子没屁眼的这帮狗东西，懂不懂？你们这随便蹲，你蹲得到你蹲得到的，我跟你讲，我这信是倒着写。这以后我可以跟你们再说，但是不会更新实时的了，知道不？我今天我跟五分钟真的。我们两个无语了很久，就是觉得怎么狗男男怎么这么会谈恋爱，就本来还想回来跟你们吐槽的，因为我觉得并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下秒他们行程要变了，然后立马就来这种事，聊乡村爱情故事，他妈的现在也哪有心情聊乡村爱情故事啊？不把这帮人给骂到傻逼去，心里面舒服。对啊，举着人家照片哦，真的举着人家照片在你妈那边的小区那里那里微微就是那个进进出出的那些就好几个出口的哦，都在那蹲，真的是有病的。只能说就是阿姐，你的影响力就是对橘子们来说就是。每天想起来就快乐，可是你可是让他们彻夜难眠，会让他们想起来就很忐忑。因为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们所信相信的一切就崩了。靠，洗放炮不知是早晚，对，虽然这是早晚的事儿，但是我妈回来之前呢，这还有这么一线所谓的希望，是吧？那个张三尖是真的。对啊，我跟你们说，母特别想证实我嘴里面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跟你们说，怎么会有绿豆汤照片？你们扒了，你真的是我还少的说吗？大把人知道，真的是。哎，你这指甲做圆的比做方的好看。
做圆这个嘛，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磕、嗯、磕到边了，然后不想再修了，我直接修了个圆的。但是讲道理，实物的我比较喜欢方的，就不是本甲我喜欢方的。如果说穿戴甲的话，我圆的还好。嗯，这个是我特地修的、嗯、啊，真的、哦，我本来今晚上还想上来秀一下呢。你看，真的，你看这个技术，哎呀，我都忍不住夸我，对，超丝滑，这个是，哦，真的。是堪比那个喷绘，嗯，但是喷绘对喷绘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如果说我给别人做的话，我也不会用喷绘，有点卡戴珊呐、啊、这个风格，没有的这个蒂芙尼蓝呐、啊，对啊，是蒂芙尼蓝的渐变，室外的光室外真的超级漂亮。就有种就是那种遇水的感觉，有种遇水的感觉，然后是用了蛋白打底，然后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刷出来的。对啊，想学，要是有人想学的话可以找我哈，啊，就对啊，毫无保留的教，免费，真好看。是真的，我刷出来了以后我好漂亮，他们说不加点饰品嘛，我说不用这种渐变只要渐变就行了，对啊，这种渐变款只要渐变就可以了，不需要加什么东西，对啊，加了点透白、哎、加了点底胶跟那个蒂芙尼蓝调的时候上来的时候它就有点淡淡的，所以就有种冰淇淋的感觉。嗯，对，是海盐，就是他那个 Hogan 直播吃的那个冰淇淋，嗯，这种感觉，嗯哼，对啊，你看，明天晚上是7:20开始直播是吧？对啊，哎，我现在很好奇，他到底是在回在成都那边摆呀、啊，还是在厦门哦？生日吗？不是啊，说那个直播的话，他在转场，那真的是太刻意了。对啊，那我你不要告诉我是录播哈。嗯，啊，你爸最近烟雾弹超多，什么湖水绿，下次做湖水绿，靠湖水绿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给我就是精准的飘出来，啊，什么这个黄出来了？哦，对不起，审核，我把它给撞过来，对不起，他们就应该面对面，就应该贴在一起，对不起。你画的那个铅笔画被给逮掉了是吧？那不是我画的，是有宝贝画的。我跟你讲，那个粉我只能打90分，为什么10分被扣的？是因为他那个腿没有手抱人家的屁屁啊。等等，那是你删掉了还是被逮了？被逮的。哇哦！所以我就很想问，为什么审核能看得出来这里就是两个男的呢？现在这年头异性接吻都不行了吗？而且现在看出来是两个人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就 那画，对啊，就那两那简笔画能看出来是两个人也不容易啊，怎么就看得出来是两个男的审核？我真的很想问啊，不然的话我有理由怀疑你针对我。对，我真的我有理由怀疑他们针对我。他发了，他那天下播就发了，画了一个简笔画，咱家的人才画的，对啊，我还去点了个赞，然后早晨一看没了。哎呀，这个怎么感觉这个镜头出来的颜色，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问题还是干嘛，怎么感觉这个色调淡了一层？他这个，哎，我说你这打光真的是就调灯，你那工作室千万别用这种灯光啊！哎，这不是调，这我现在在房间，还没彻底搬过去。哦，我把打灯的东西全部都搬工作室去了，所以现在这边黑麻麻的，也不算是黑麻麻的，因为我那个头顶的那个也有日光灯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房间不暗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摄像头下面就这么黑。哎，你看到了，你其实没听过那个产出，看到了也没意义，那是一坨什么玩意儿啊？对，就一坨，你都看不出是人的东西，你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看着也没什么用啊，就被举报了，哎，离谱。
不是说他蹲不蹲的一个问题，我是说其实在我们家，其实在我这里，在我这里你知道吗，最想求证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反而是母姐，知道吧？嗯，最想求证我说的话的是不是母姐，他们又怕你说的是真的，对，然后又不屑，又不屑，对，又装出一副，心里面又在想，又不想自己想证明自己不是傻逼，那只能证明你是假的，所以就得想办法人肉，然后最好再报个警，然后再反正影响别人的生活，对啊，就反正这种人就是心里面就是，对啊，也不做人的，就贱，就金嘎到，就很贱啊，真的是贱到。见到骨头里面那种，现在这样傻了吧唧站在聚光灯下头，这种方式确实是抬也抬不走。可是咱们家的信息源都挺脆弱，不禁操，咱真得保护好了。没办法，就只能忍忍吧。就是敢不敢走，敢我肯定是敢不走的。但是就是就本来。本来也就当一个开心而已，你现在就本来一些实时的开心的东西都要压到我很久以后再说的话，我都怕我把我忘了。嗯，我就怕这些东西给忘了。我记下来。真的，宝贝们，不是说阿姐以后愿不愿意讲，是你得看我的记性记不记得。嗯，也不是母，你也不确定是不是母啊？我们家也有傻逼，也有傻逼在查的那个绿豆汤是谁啊？不一定。还真不一定都是我对啊，我们家傻逼抬我的还多吗？是不是抬我最恐怖最狠的不就是我们家吗？对啊，抬我最狠的就是我们家呀。是的哦，真的，我感受到恶意最重的就是我们家的，我也不明白，我到底是偷了他们家大米还是花了他的钱，你实在不太懂。啊，对，阿姐翻车了，她自己承认。对，我输了，但是赌注得以后再兑现。我都不知道跟你赌了啥，你这话说的好没意思。对啊，就是你五分钟，我跟你讲，离谱到现在不是有蛮多一些新上那个上山的人，然后后面都要去啊，告诉安利别人，告诉他们不要来我直播间这里听我直播。都有一些都有这么安排的，真的，我这年头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母那里，我感受到的恶意都没有我们家这么严重。有时候我不是很懂，我就很想问，就 是, 是对啊，就是我花了他们钱呐、啊，还是说我割了你们，还是我送走了他的父母，我有时候我也很想问。有时候我在想、啊，对啊、就是，得有多恨呐、啊，真的得有多恨呐、啊，到现在。小说都不敢写的那个剧情，各种反转，是在咱身边，在咱圈子里面那些埋线，你想象不到的。这个原来后来信了 ins， 信了茶叶店的那些人，所以你要说橘子皮有点 PTSD 吧，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此，有些人选择什么呢？选择那我就谁都不信，哎，我就全凭自己。例如我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那就完了，以全世界为敌，只要你显示一点你想做这个意见领袖的话，那我就抬你。哎，你这肯定是有问题。我靠，还做意见领袖呢？你没做我意见领袖，我都要烧高香了。对啊，哪有见意见领袖天天被牵着鼻子走的？我今天你知道吗，刚才我在想，你白天如果说你说的你有问题的话，你真的没必要跟我叭叭叭这么多，跟我咱俩微信上你来我往，咱俩吐槽有一个小时吧，俩人都挺忙的，那还是真闲，但是吐槽了一个小时啊，就妈，你知道转你要知道我跟五分钟吐槽还有小 K 知道吧，我们吐槽就是吐槽了将近一个钟，吐槽完了以后转个身，我靠，午休没了，然后两个人说我，然后我说我去忙了，他给我来了句我也很忙，然后我就想了，都这么忙的情况下管他们干嘛，懂吗？真的，我今天最无语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离谱的事情还少吗？哦，为什么要牺牲我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来吐槽他们啊？真的，我也很忙，是不是小黑？他们吐槽完了以后。一个上午就啥事没干，就跟你吐槽了一个小时。对啊，然后突然一转身发现自己真的好忙。我听到的重点是你们三个还有个群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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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怎么可能还做群、哦、真的是有群都没有空聊天还建群，神经病哦。那是阿姐翻车了翻车了翻车了、啊、我翻车，你知道我翻车就行了，不要再问了，我刚刚开播的时候刚发火的呢，不要再要老让我重提，这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想讲的话，一会儿去看录播哈。翻车了，大家庆祝一下吧。啊，对，你知道我翻车就行了啊。等到时候兑现那个赌注的时候的话是有问必答。对啊，我的赌注是有问必答。我没进群，我没有时间。我这个人吧，就是看见说话我不回，我会觉得没礼貌，所以我就没进去。哎呀，我是看到我会回，没实在忙到信息很多的时候没空翻的时候的话我就不回。像有时候真的我跟五分钟其实聊天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他的消息经常被压到底部去、嗯、他不发消息给我都顶不上来。对，那今天是阿姐难得主动跟我说，哎呀我翻车了，我心说你怎么那么高兴呢、啊、对呀、啊、他妈翻车了就要承认啊，要承认的呀，那不承认。然后其实翻车不是重点。重点是翻车之后发生的事儿，就是俩人一块儿感慨：“龚西蒙真有你的啊！”对，你他妈是真不嫌麻烦。我本来是觉得翻车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一通骚操作，让我跟就是不只是我，真真他们都傻了耶。你要真真他们那帮人的评论是什么？就说这个人把几辈子的恋爱经验全部都放在这一辈子了。哎，就是那么会。而且我今天技能点满的呢，想唱一首，你要唱歌？不唱了，算了吧。对，我当时是压一边的。这个半山飘雨，这个宝宝说的特别对，但是我感谢阿姐，当时就但我说取消了，但是他倒戈了嘛？对，我倒戈了。对啊，我还是觉得我爸这个人他是有点东西的，工作再忙没有他老婆重要，事实证明我对了。哎，但是怎么个离谱方式的话就不跟你们讲了哦。算了，不，阿姐再说就好像说胃口了。但是绝不是评论里面说的各种可能，只有更离谱，没有你们就是你们往更离谱的地方想，可能就 get 到了。是我本来我那条动态下面有更离谱，就很离谱的说法了，但是比你们那些很离谱的一些说法更离谱。嗯，对，现在不讲的原因会牵扯很多很多，对，堪比南京一夜，但我觉得南京一夜现在在这通宵操作里面的话可以降一格。等会儿，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母、嗯这个、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你再说就露出来了、哦、结束了、编号的他说，我说把爸的利益最大化，我说他的利益最大化，你把给我说全套，你不要截那么一部分，这叫断章取义。又来呀，我们两个打配合说什么东西以他们两个为主啊。我再强调一遍哈，来我直播间这里应该就要知道我一个人不 OK， 我一定要两个人，再不懂的话你给我滚两巴掌过去，真的是教你做人。嗯，对啊，真的是以后再来跟我说那种什么啊，泽汉那边利益最大化或者君君这边利益最大化的话，你赶紧给我跳楼，下半辈子再想着过来这里指引好不好？投胎快一点，直接往你家那个窗户下面跳。对啊，投胎快一点。两个人，阿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是俊哲在一起。我一个不 OK 的，我一个不 OK 的，什么你爸开飞机这种就算了，真的是不要再过来问了啊。不要问了，这个事情就不要答了、哦、真的。你的意思是说觉得爸会翻车？我不，嗯，对，我本来比阿姐还觉得这事儿不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个赌约，所以我就倒戈了。结果就因为那天晚上是真的要取消的。我觉得如果说本来他跟我觉得要翻车，五分钟说要跟我要翻车的，后面小 K 跟我说他来赌，我一想到我说靠，小 K 没赌注啊，知道吧？那你让我把小 K 做什么赌注啊？难道我让他做个什么仰卧起坐吗？也没理由啊，那只能欺负五分钟会好玩点呢、啊。但是后面他也觉得不可能，他说我们俩都赌不可能，然后本来就说取消了，后面他临阵倒戈，他说那我赌不翻车吧，然后就我就说很没诚意嘛，但是我没有想到是我翻车啊。
逢赌必输啊。对啊，真的，以后不要在我们家赌东西。我算是看透了，逢赌必输。小 K 唱歌，哎，我到那个时候到底是罚他还是罚我们？我问你们啊，凭良心讲哦，就是让小 K 那边做赌注，就算他赢了以后，他来唱歌，到底是罚他还是罚我们？哎，我没听过小 K 唱歌，但是他声音好好听哦，我觉得应该听会挺好听的。啊，但公鸡说话好听吗？哦，公鸡说话好听吗？对啊，唱歌啥样嘞？哎，你这对啊，钱全给修音嘞。哎，算了，放过我吧，你们俩打赌注就不要拉我上来了。对啊，就是那天晚上不是说就说觉得欺负你没什么意思，后面我就说取消嘛，但是五分钟临阵倒戈嘛，一把子梗住。对啊，他临阵倒戈嘛，但是我没有想到是我翻车啊。你爸小小翅膀好听，我没说不好听啊，我就是说辛苦修音师啦，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啊。对啊，你爸的唱功，我还记得你唱歌也不错呢，你记得吧？我说过的。哎，你这耳朵，反正我是觉得你爸的唱功仅粉丝可见，你懂吗？所以我会好好的保存在我的直播那个我的播放列表，但是不会推荐给别人。啊，我那《春意浮盈》是循环播放的，好听。我好像是思维听的比较多哎。哎，春意浮盈有阿妈录的版本吗？嗯，还没有，只是说要录最后。那是有打算的啦，是有打算合作的啦，但是不是有问题吗？他那张已经录完的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洪荒剧场，然后冰川消失的那天，不知道哎，我都不知道这么细致的东西。我听到了一个被坏掉的一个 memo， 就是那个洪荒剧场demo 啊，嗯，就是，哦，听得我心里面抽抽的，但是好好听啊这首歌。就是不是我是觉得，如果说是之前，如果说是在那个时候的歌的话，应该每一首歌，如果说是在他不出事的一个情况下，应该是每首歌都很 sweet 吧。嗯，对啊，那只是你听的难受，是只是因为他出事了而已。如果说他不出事，这些歌就很 sweet 的。不是该死的那首歌啊，是整个音轨被毁掉了，是应该是他唱的，但是就是完全听不出是他唱的，就这么一个。嗯，不知道，反正我这种事情你最好不要下评论，真的，这种事情最好不要下评论。嗯，OK， 知道了。对，这种事情你不要给他。我听说录完了都被毁掉了。嗯，不要下评论，有还是没有，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了算啊，不要给这种事情下评论。嗯，然后 okay, okay. 对，而且我也没打听过这种事，就是过了就过了，对啊，过了就过。嗯，你爸的歌提神，你这话到底是夸奖还是你给我解释清楚啊。陈述是吧，真的，我还想说让你解释一下呢，真的是。提神什么意思？哎，我今天跟那个谁千里聊天，我还说邀请他过来跟咱们聊天了，我问他在不在。我靠，你我不是说就是别的时候他给我开一种高级车哈。哦，感兴趣吗？很高级哟。 No 还是少开车的好，珍惜一下我直播间呢，现在放两个指甲钳都要打了，真的是。千里应该跟你能用家乡话对话，我们都听不懂。他广东的，他广东哪里啊？深圳的话都不一定会讲啊。他不是，他应该跟你不远吧？不远，那还是不要打听他在哪了，反正就是差不多就知道了。如果深圳的话不一定会讲。嗯，他不是。嗯。我现在病了，阿姐，我就盯着咱们这个弹幕最下面那一排，谁进房间？嗯，你也看不懂啊？我看不懂。对啊，看不懂。嗯，也没那么有空吧？嗯，哎呀，咱们家孩子取名字真的都挺好听的，刷的太快了，这种刷的太快了。哦，有时候我看我们家弹幕，有时候眼也花的，那刷的刷的上去了，很快。嗯，那个五号的指回放是不是出不来啦？
也不是出不来，我这现在我放上去我现在放上去讲道理是真忘了，是真忘了，我现在已经在放，但是过不过是一回事啊，已经放了哈。我这两天加班已经不知道你之前在说什么了，根本就没有仔细听。不是，我其实我这很奇怪，就是五号其实真的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执着要五号的，要五号的一个回放，五号的回放有什么很重，可能是缺一期回放，有一点太难受了吧，一定要补完它。哦，你们是现在是要拯救强迫症吗？还是干嘛？我是不是很懂你们为什么对五号这么执着？因为我觉得五号那天很频繁，我倒是有点挺可惜。那个那天用手机播的那天，当然了，有宝贝把链接给我了，我只是还没去下载而已啊。啊，落雪连飞又给我录屏了。我还心里还庆幸的，直播那一天没有，那天还有人录，你们好闲呐、啊。对，我也觉得他们好闲。后面发私信给我，都说姐我录的，你要不要？我说我靠，我直播回放我肯定要啊。哦，原来五号是工作室那天啊。哦，好吧。五号什么工作室啊？我骂工作室那天吗？没有吧？我是你在你手机播的话，就是在工作室里面弄你的那个胶嘛。没有，五号的时候还是在这边吧？我记得好像在前面一点吧。不是的吧、嗯、不是不是，因为五号我自己有录。就是你工作室那天我具体说了啥我已经不记得，但是我就觉得我好羞耻。就是说了挺多，要直播间瞬间没了很多的东西。反正五分钟姐现在已经就是那个什么、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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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啊，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都是你的代名词了。做核酸吧，对吧？那天是做核酸吧，你反正我是觉得现在你的标签什么洗脚跟核酸什么类型都贴脑门了，真的。还有就是上厕所话，对，真的屎尿屁也跟你跟别的都记不得，这些我是肯定记得得的。你惨了，你看我就是因为梗太多了，以后他们都记，他们已经觉得已经没有地方吐槽我了。你那天做实验的那个别扭大猫再也没回来过。对，就是那天有在教一些事情，然后去做试验的有一部分人没回来了，我直播间瞬间少了一半人。对啊，然后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是的，但是第二天没有一个人来私聊我感谢我，并没有三胎出现。这种事情很 happy 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还要私下过去感就是感谢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增强了体验感吗？也行吧。而且其实我觉得饺子更不想放出来那天的那个，对，这个饺子真那天就超级社死。对呀、啊，这我这是正常发挥，明明啊，变成大猫来了，明明不是说的是那一天，说他去做实验，然后他没回来，不是说他没有没，不是说他不在我直播间，他16级了，我肯定知道啊，我是说他那一天去实验，然后他就没回来了。对，他去了两次。对，他去实验了，他就没回来了。你们应该去问一下他有什么好体验，你们应该去问他，他后面他没回来的，没回来你就知道去干嘛了呀。嗯，对啊，最近最后有没有成功走一个什么的？对啊，我都怕是两个、知道不？对啊，等他二次反馈都没了，真的就等不到他。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说，还说什么？对，还说什么？就是对啊，感觉的一些问题。然后后面那个再去，然后五分钟再矫正了一下姿势，还有一些对啊问题。就在一些成年人正在交流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家的饺子自己把自己都哕了。对，然后上来后自己直接把自己给射死了。然后问了很多很多让我们真的是哭笑不得的话。嗯，我觉得做姐姐们的应该更的任重道远，在教育饺子这件事上。对啊，哪天他离清纯的那一步远了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的，我跟你们讲。是的。好难哦，这直播间特别脆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触动了那根弦儿。对啊，而且我们直播间他妈的审核员在听。你怎么把186拿走了、
要不要很孤单的？没有啊，我在给他擦。哦，好。给他擦干净点啊，那不然的话，一会有脚臭怎么过来？你这个人呐，行吧 ，OK。什么新知识展开说说？哪来的新知识啊？你们又在那里脑补什么东西啊？他们又在那里脑补什么东西？那在剪我的脚趾甲，他当然臭啦！那是，我现在把它收回去，他就不臭了。真的是，你给我地址，我再给你买一套专门剪脚的，行吗？行吧，我这里还有一套的，谢谢。我就不用了，我只是随手拿而已。不幸福个毛线啊！哄你们是真的很难，你们又挑，又不能上课，又不能做，就是说话还不能太凶，真的是又不求着你们吃饭，真的是说话还要要求人家轻声细语的，怎么这么难伺候啊你们？啊，这就是我一个端庄秀丽的一个女生，这活活的被你们憋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妇女，你们一点都不感谢我。然后还在我身上贴这些乱七八糟的标签，我情何以堪啊！哎呀，对，而且，对，而且真的是，对，超难伺候你们。什么我好凶，我一直都这样子啊！你看我什么时候讨好过你们？哼，对啊，五分钟那时候说话的时候，你们还嫌人家说人家在教育像在教像老师说话的很像领导。我就说那也挺好的，起码能让你们有个就是有畏惧的人在。但是哪知道我哪知道五分钟翻车这么快，但瞬间不严肃。这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对啊，太难伺候了这帮人。对啊，我以前跟你们说话还轻声细语的，现在说话天天都很暴躁。对，阿姐还会清嗓子呢。你看他真的什么呀？阿姐的温柔只有在四月份那第一二三场，然后就不温柔了。对啊，然后逐渐暴躁。还要科普啊，还要教你们做核酸啊。话说今天是不是能有点什么说法了？但我这科普倒没问题，这造福大众嘛。问题是，你们怎么回报我呢？啊，你们。对啊，好歹我以后要割韭菜，五分钟他妈的韭菜都没地方割，这就是啊。对啊，好，你看世界的尽头到一块钱，看到没有？这个世界的尽头是美甲师，阿姐这里还能是美甲师，但是五分钟是真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屁都没有啊，人设什么的也没有啊。对啊，就是好歹以前还是个知性姐姐。什么问我那个时候，其实讲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时候的我的话，估计你们也不觉得好玩。对啊，太装了。唱什么歌？我唱歌，我唱歌到底是造福你，还是给你们作孽？真的是让我唱歌。惨了，你看到尽头是钢丝腿毛。不是那个五分钟，他们说我一听说我唱歌难听以后，立马过滤了我，让你唱。真的也是够可以的。我都半夜给你们开过专场，对吧？我觉得我挺有诚意的。对啊，真的，我宇宙尽头我是美甲师，真的，我的技术还不行吗？哈，还敢嫌弃？老芯片，天津人，这又有新的。天津姐妹呀，我不五分钟，我这个镜头真的是这个打光，我也觉得好死亡哦。本来那个这个手在灯光下面真的超白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下面这里这么黄。我想吐槽半天了。对啊，好黄，那真的这个颜色，今天我有拍视频秀了一下的，真的这手白嫩白嫩的，真的是不明白怎么这个镜头怎么成这个鬼样，哎。这科普啊，科普就那天晚上讲了一个就是波波的一个姿势，对，应该不少人听到了吧。对呀、啊、再讲一遍，我就怕我们家饺子又跟着一块儿做。别了，主要是最近直播间就是盯的有点狠。什么你做那个什么什么俊泽热恋 ING 在学指甲矫正。
你用矫正，你上矫正的话，特别是上那个加固啊也好，或者是延长胶做那个甲面的一个定固的时候，一定要先上底胶啊，不上底胶的话很容易起翘啊，懂不懂？一定要先上底胶，不然的话后缘会起翘的，懂吧？你看上底胶这些东西都是上了底胶的，所以它不会后翘，一定要上底胶哈。这个 Tiffany 这个颜色很高级，超高级，对啊，真的，这关键是灯光下面就是实物，它的实物远比镜头里面的好看的很多，而且我超喜欢它在室外的感觉。可以讲乡村爱情故事，讲乡村爱情故事这种东西是这种段子或者是这种事情的话，它要随口就来，你特地准备的话没意思，知道不？对啊。你照灯照了好久，你不要一次性涂太厚啊，宝宝。你先上底胶，薄薄的涂一层底胶，但是要遮盖住整个甲面。哎、咱们聊聊，哎，现在这小橘子们啊，有多少人老公在旁边跟着一块听的，就带着就有个耳朵支棱着听我们聊天。又来，来个八八八，又来。你每次你一打听这个的准没好事。没有，但你每次打听这个准没好事儿。有谁把老公摆在旁边？老公没有老公，我知道。啊，君少，你这个话唠，知道你没老公的单身狗，知道了啦。对，老公不配，哇，哦、这个更恐怖。还是有的，木有男人，我的天。无可普通、啊、哦，悠然见南山，我们直播间的老观众了，八八八老公在旁边，你不要告诉你公放啊。想干嘛？没想干嘛，不是他每次打听这个总哦，别扭大猫，你家老公好好，跟你做实验，还给孩子洗澡，点赞。哦，你看有的老公在带孩子，哦，你们可以的。那个，把那个，把那为了大猫等一等。饺子、哎、啊，我上课，我突然间就心里面咯噔一下，因为他每次打听这种事情的时候总没好事。没有，真的没有。我今天有了一些感慨，我认为就是为了我们的小橘子，除了一些那个拜托上面的事情之外，还是应该科普一些怎么去做一个好老公。嗯。这种事情、这个、对，拿你爸做标本就行了。嘿，对，我今天有一些感慨，因为今天跟阿姐聊着聊着，想起一些以前的事儿来。我感觉就是他这任何一件事儿放到一个老公的身上，都会感慨：哎呦，他老婆挺有福气的。结果一件一件，一桩桩，一件件，都他妈是宫崎萌一个人干得出来的。我觉得。还是要给咱们小橘子家的老公去科普一下，然后嘞，那现在不是打听你家老公在身边了吗？我就知道你又要干嘛了。我现在不接话在等你呢，你赶紧给我科普啊！对啊，我看我接不接得住。等会儿，等大猫他们家孩子洗完澡，这个姑娘我要照她。对我的科普这么任劳任怨的去实习，还给我反馈，我很感谢他，我等他。不是啦，这不是说对标他不用结婚，那没找着的，你们还是要那个，还是要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而且其实老公是要调教的，归根到底我并不觉得宫崎萌天生就会做老公。但是那不还不是我妈，不对，咱妈她是一个非常会调教人的人嘛。什么叫调教呢？就是说比方说啊，一件事儿，你想让你老公去做这件事儿，你口头去说给他，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你引导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去这么做。我感觉在这方面张张翰是个高手啊。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他们走到了对方的陷阱里面，再也出不来了。那你放弃了是吗？
我也觉得好费精力呀、啊。还真是的，好姐是吧？这个，说实话，就是我并不觉得阿爸是一个天生就很会的人，他应该是个很麻木的人，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他也把自己隐藏的挺深，情绪不太外露的。这真的是天雷勾地火，他们俩老房子着火的这种感觉。不是我说啊，这一个在横店混了这么多年的人，拍这部戏大热天，俩人黏黏搭搭的贴在一块儿，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同性的同行之间的感情。你抛开爱情不算，就是好朋友都很少有。现在我倒是挺明白了，我妈看上我爸哪儿了？那你说，我爸看上妈咪什么了呢？阿姐接电话去了。没有。我在听你讲啊，左右调教老公这种事情，我就这种事情我也不太会。对啊，我呸！你真的是凡尔赛。没有啊，没有讲道理，讲道理，我一般只在，对啊，我只在 happy 时候啊，但平时的时候讲道理哦，就是你们姐夫也挺我行我素的呀、啊。我没有像你妈这么猛哦，真的，你妈真的是只就是要星星不给月亮那种啊，对吧？对，这明明是他更宠，就是让我爸从一个患得患失的小土狗变成现在这样的占有欲极强的人，他一步步变成这样的。那你怎么就不吐槽一下你妈这个人？就我感觉老缺爱了，我跟你说。是啊，是缺爱啊，所以是姥姥那边其实照顾的好。我觉得啊，现在点评一下妈妈的性格，就是她很娇，就是说明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过什么罪。对啊，我没我对啊，我就觉得你张妈张妈人挺好的，但是对，就是但是张妈的好就是很好啊，好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更缺爱。是他缺爱的这种，不是缺被爱，而是缺别人需要他，需要他，对，就是那种，就是被需要啊。可是吧，他那个爱泛滥出来的时候，又会让人有压力。对啊，别人受不了。人就是对他这个人太珍贵了，当他对于一个人掏心掏肺的时候，总你会怕的，知道吧？你会有点怕他呀，有一种虚幻感。对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有时候我经常不是经常吐槽嘛，我说你妈有时候就是以前谈女朋友也行啊，哦，你妈有时候就是讲道理啊，就会细致到你跟她在一起的话，你有点顶不住。对啊，就体贴到你顶不住的那一种。所以我不是说各方面顶不住，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其实他们就有时候，如果说是女生的话，就经常会有一种感慨，就是她不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啊，或者是她不需要这样的，又或者是啊，有时候对，经常会有一种啊，就是那种，然后你又不能说你烦哈，你又不能说你烦，对，然后烦你就真的太不对，对，会让人陷入自我厌恶。对，人家那也是为你好，人家那也是跟就是确实是这样子，也是为你好，但是。会，我真的，我觉得女生真的会有点烦嘞，会觉得我是，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性格会比较自主的人的话，会很烦。他在跟他真的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管他不分男女的，他又会有那种真性情出来。可这个东西哪个女的接得住呢？他就是不高兴了，哎，这个劲儿就是上来了，那他就一下子清冷起来。我觉得哪个女生也接不住，对，那就而且人家会觉得突然会觉得你怎么突然间就是这个情绪就突然间低落，或者是怎么突然间就因为这情绪转换太快，以后的话人家都觉得他是不是冷暴力啊，或者是对。或者是什么的，啊，对，然后对，然后又有点阴晴不定类型的，然后突然间会发现你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懂不懂？啊，对，我懂你说的那个。对呀，啊，然后你莫名其妙有种感觉，就是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样，然后本来这种感，对，
对，本来这种感觉已经是若隐若现了，本来那个时候只是说有个怀疑而已，但是后面就再处在一起后，感觉像是另一个自己，就很没有意思，知道吧？所以就是，你说他做的不够好吗？他做男朋友是真的做的很好，真的，我相信他，如果说是他跟女孩子结婚，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爸爸，什么之类的这种角色，他做每一个角色他都会做的很好，但是。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话，她经常会少一种感觉，少一种感觉。对，所以现在咱们现在分析啊，有可能爸爸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在想，哇，这个人这么美好，这么漂亮，就又演技那么好，哎，他还对我这么掏心掏肺的，哎呀，他真的喜欢我。一开始会有一点患得患失，后来。就是阿爸这种直球，可能在阿妈咯噔的时候，直接就想，这他妈的，这个必须得把他这个毛病，或者说这个时候就得支棱起来了，怎么能让他这样胡思乱想呢？哦，就差这一下，就差这一点儿，就需要一个人在他摇摆不定，或者说是突然咯噔的时候，把他很强势的从那里面就揪出来，告诉他不用这样。而且我没有你不行，没有你我会死掉。倒也没有这种的啦，就比如说像你妈在看散文集的时候，突然间情绪大入的时候，你爸会直接过来瞄一眼书，就跟他吃饭啦，然后又没有，然后他看过来的时候，就有一种瞬间清醒的那种感觉，会去吃饭的那种啊，也没有啊。但是就像你爸看不了那种散文集一样啊，他自己看的都想睡啊。但是你妈看的时候，他也不会说啊。但我谢谢你，是这种画面是吗？对啊，他不是像你说的那种那么缠缠绵绵那一种的，就是经常就是会经常让人家觉得你爸很没有眼色，但是你爸经常有时候经常很故意这种样子，你觉得他不会他不会看脸色吗？他很会啊，就很喜欢这种啊。但是他知道这手管用。对啊对啊，就比如啊，你妈在那里躺在床上躺在他腿上那里看那些书啊，他在那里看剧本，或者是他在那里打那个王者荣耀，打着，然后你妈就看，你也知道看那种散文集，或者是看那种什么歌剧的那种，然后就是觉在那里就是勾搂来勾搂去，突然间情绪一上来或者什么类型的，你妈你爸就突然间会把人给拎下来，啪啪打一下打几下屁股，在那里蹭来蹭去的嘛。啪啪打几下屁股又干嘛？对，又就问他又干嘛？对，又干嘛？然后后面又然后又看哦，又看到什么片段？他让你妈说，然后你妈一边说，他一边打游戏啊，哦，也顺便又回一句，然后你妈就会吐槽啊，你都不专心，他说你都不专心，然后后面你爸经常会说，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蛮经典的一句话的，就是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啊，他经常吐槽一句啊，一个被单的事情就一定要跳。对，一个被单的事情就一定要跳，搞不明白。对，你爸就最喜欢这种，你妈就听，你爸就直接说啊，没脑子的，掉下来就不就行了吗？或者那种啊，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白雪公主啊，与什么什么那种青蛙王子啊，他也会吐槽啊，是王子手亲下去也没什么了，是个青蛙的手哪下得去嘴呀、啊？你妈经常他们两个的情商的交界处就是小王子的故事啊，对对呀、啊，可以童话，还可以爱情啊，对呀、啊，因为童话又爱情嘛，又关键还可以对标他们两个啊， okay, 还可以懂了，还可以对标啊，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白雪公主跟那种跟什么那种白雪公主怎么对标谁呀、啊那个？对标谁呀、啊？啊，你妈就觉得就是觉得挺有意思啊，你爸就会觉得啊。都说是王子的时候还能亲得下去嘴啊，那如果说是个青蛙的时候还是个人都亲不下去啊，对啊，他有这样说啊，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够浪漫了吧，哦、他就说啊，一条被单的事情，对啊，一条被单的事情就一定要整得你个死去活来的，就不会张嘴说话吗？然后这里你爸超直男的，他就是蛮像那种你边看那种言情小说，就是你有时候会看一些不管是言情小说也好，或者是耽美小说也好，就是你们应该知道，我不知道有些作者是不是脑子有毛病，特别喜欢写那种主角就是有嘴不说话的那种，然后各种误会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我不说，我就要你猜，我偏不说，然后误会了误会去，他妈到快到大结局了，然后快误会说清楚了就 happy ending。我靠，就搞得整个世界都围着他们转一样，我就好想把这些人给打死哦。对啊，然后就你爸你爸也是那种感觉，知道吧、啊、就你应该也明白那种感觉吧、嗯、啊，你们
那种啊，对啊，真的是我有时候我看的那种书的时候，哇，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说我造了什么孽，今天要看到这种鬼书。你是比较随霸的，嗯，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性格这一块是有时候挺，但是我感觉我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对看待一些比较矫情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种嫌弃的样子是蛮像的，但是各方面不太像。对，特别是对感情这块的执着这一块什么类型的，反正我是很爱我老公了啦，但是我没办法像他这样子对他老婆。啊，所以我继续我的话题哈，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两个人应该，哎，最最难得的是他们在各自的单身生活里面都已经接受现状了，可以，而且接受有可能这辈子遇不到知己，很懂自己的，而他们遇到对方之后其实都没有改变。哪契合在一起？对，哪有什么改变呢，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契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变的。那好难，我就做过想象，我就在想，就是像张妈这样的人，他自己的儿子肯定是寄予众望，而且他这一生可能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之一啊，就是把他儿子教育的引导的很好，他的儿子很坚强又善良又细腻呢，但是又很怎么说呢，很开朗。就是两个极端的这些特质都有，所以他会很珍惜这个儿子。到底我爸得做出哪些事情来，才能让姥姥能接受，让自己这个儿子那么大个宝贝儿子能够全权的托付给他呢？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肯定做了很多。这时候才是我想让小橘子们的这个老公可以听一听的，要和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另一半想要能够相守一辈子的话，其实不只是接受对方这个人，还要接受对方的家庭。他们两个都做到了，对对方的家庭来说都是充分的容。我感觉阿爸就是那种特别会，对，肯定特别会当女婿，特别会来事儿。他会是那种比方说平常阿妈可能都没有这么频繁的去跟姥姥发个微信啊，不是说俩人娘俩还经常互相拉黑吗？但是阿爸说不定反而是那个他们在一起以后更多问候姥姥的那个人。哎，事实上也这样子啊，对，事实上是这样子啊，那不然的话妈妈改口那么快的呀。这个我们俩没对过台本啊，我现在就是我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阿姐要是知道，但是人家具体做过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他是你爸考虑事情真的是顾到方方面面，反正我是觉得我不只是我老公，我自己的自愧不如。那你说看他们说什么？什么都说卡？爬你得了吧，你家里面还是你爸管钱了，你妈管钱的话哪一天就哪天有多少钱估计他心里面都没数，懂不？就一定要交到阿爸手里，他这么算计的一个人。还有比方说其实我感觉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独生子是吧，应该是吧。对于独生子家庭来说，父母就是尤其是像他们那么忙的人可能很少有机会去陪自己的父母。因此我觉得就是如果假如有机会能够回家去看看父母的话，真的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去陪。比方说假如那个阿妈要是能够陪陪姥姥，然后阿爸，你说这时候就可以考考你们，你们说阿妈那个跟姥姥在一块儿，多陪陪她，那这陪多陪少，反正她现在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那陪多少就是她说了算。那你说阿爸要是想老婆了怎么办？你们说他怎么办？想老婆了，然后想老婆陪着自己，但是又得顾及到丈母娘，你们说他应该怎么办？又没出到头，来弹幕里面，别难过，没说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全是瞎扯淡。
我觉得突然有猫猫像妹妹了，多愁善感。看着办，撒娇接过来，接过来一起去找她，和姥姥聊天，和妈咪一起陪外婆。我有时候觉得你们真，我觉得你们是真的离谱的。他妈的长辈就是长辈啊，凭什么长辈要去看你小辈啊？有时候就想那种东西，老是想着是不是把人家老人家也打包过去的，真的是，除非人家老人家愿意啊。让老婆自己回家，把丈母娘带着。三个聚一起，哎，你看这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脑补啊，我感觉阿爸会怎么做呢？他就哎又想自己二人世界，但是呢又得想办法让那个丈母娘心里痛快，那么大个儿子是不是已经都归人了，好不容易回来陪陪我。所以呢阿爸就是人得到，而且呢，手里面不能空着，总得想想丈母娘喜欢什么，带着是这带去，就投其所好，而且在那儿好好陪着，力所能及的陪这么一两天，而且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走的时候还不能带走，不能把老婆带走，带走的话太明显了，那肯定你目的性太明确，你回来是不是就是来把我儿子接走的？他还得说，他说妈，让哲瀚再陪你待两天吧，然后呢，再把当着真的丈母是，娘的面把那个机票订了。哎，这个时候前前后后都铺垫好，丈母娘二话都说不出来，是不是？你看这女婿也到家了，也陪了，礼数也到了，然后呢，他还没把儿子带走，还非常引号大度的让儿子又陪着住了两天，是不是什么太会了？这是我想的，我感觉这十四孝老公至少要做到这样，对不对？感觉怎么样？教教你们老公哈，以后你们要回娘家的话，你们老公至少要做到这样，不能空手。哎，宝宝过来，啊，没有上药，阿姐你先聊会儿，我去给我大妞上个药。我们把账面把机票当面撕的没有啊？人家把老人家哄得好好的不就行了嘛？人家也没想到这个啊。那我是不敢吭声啊！我他妈我一吭声，有些话聊着聊着又开始了，哎，真的是，真的就已经猛地把这个话题往外撇了。你们5分钟前又聊这个，就是我现在心惊胆战的。对呀，他突然间聊这个，我心惊胆战的，我就当做没听见了，真的。那不然一会儿我一补的话，一些离谱的事情就出来了。对啊，这个话题都已经撇开了，但是他还能聊聊了以后，我就不能接，知道吧？我一接，我今天这些吐槽话又得说了，怎么顺着说吧？我一顺着说以后，话本来今天不打算说的事情，全他妈说出来了，就算了。对，我还是把我的爪子给露出来吧，啊，你们还是看到美甲就可以了啊。世界的尽头，我是美甲师，是吧？当面撕机票啊，没有的啦，你想太多。对，我现在已经忍住了，不然我一补充嘛，哗啦哗啦就出来了，我得补，懂吗？你今天做的这个美甲是什么颜色啊？屁股你蓝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上镜头以后颜色这么淡了好多。但是讲道理哦，如果说是现在室外的时候，我不是有给你们拍过吗？真的很像玉水耶，超漂亮，超漂亮，真的是 Tiffany 蓝调出来的。但是好像是不是有点太淡了？感觉有点……我做渐变的，那肯定哦，是淡的啦。嗯，那。我把颜色稀释了，把颜色给稀释了。要是如果说是直接用色胶的话，它那个颜色就太浓了。不要说我转的印，我要是阿杰老师就继续说的话，不就都那个啥了都出吗？就来了没有呀！说到一些别的，对呀，我就只是是自正己。好看的。对啊，有就是有的没的就少来了，你们老在那里套。然后我一会儿5分钟来了也是他自己讲啊，反正我不接话。对啊，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啊？我真的很想跟你们吹嘘一下，现在阿姐的技术又进步了。我阿姐，我真的是刚来，我前面在加班，我正好是刚来，我看到
他的那个美甲，我就顺便说了两句。不是现在不是空档了吗？对不对？对，不是啊，五分钟刚才他在的时候，他拿你爸做那个就是女婿的天花板。他妈，我这话不敢接呀、啊！你也知道我今天跟你吐槽什么了。反正你们知道我容易吗？讲什么？我容易吗？我一个那个行了那个。我说你，我说我不是我说你讲这个了以后，我就不太敢接话，你知道吗？一接话了以后，我没想让你接话。我们家大妞对呀，脚疼，我给她上点药，你就不要接嘛。对啊，所以我现在在绣指甲呀。对啊，你看到没有？说他不要接，但是他又补充了两句话，你知道吗？我赶忙跑过来转移话题。就是、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块刹车皮，就是小 K。我说阿姐偶尔踩踩踩，直接那火星子磨得花花的，一直磨到大腿根儿。然后今天五分钟姐好不容易就是讲了一个，就是大家未来可能会用到的一个事儿，对吧？妈，我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你主要是这个这话，是未来的老公世界的尽。对，世界的尽头是美甲师，宝贝们，世界的尽头是美甲师。对，包括1186跟181都是指甲钳。对，包括阿姐的手。他自己又接了两句话，你知道吧？就，哎，你等你回放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又接了两句话，瞬间就人家就懂秒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听见了，我只是闭麦，我没有关。我只是听见了，对，我只是说。我只是说我不能接话，我接话我就发巴拉巴拉的说出来了。因为什么那个吐槽劲儿还没过去，你可能过两天我就不想谈了。听我说啊，房间里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我们的宝小橘子皮们、山蛋蛋们，还是那不是人的东西，你们看，就看这位 UP 主，你觉得凭他的智商和情商，他能骗人吗？啊，你这么简单的配合，你到底是损我还是夸我？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我有时候就在想，你有什么好值得抬的啊？你把这个话题给岔开嘛？你为什么要谈中国好女婿呢？就关键是今天那个吐槽的劲还没过去，你一讲上来，你一上来了以后，我就立马上脑了。我跟你讲，好了，我不说了啦，真的是我闭嘴。打咱俩就其实绕不开。你看看这些孩子们，这痘痘眼儿都快刷屏了，忍了一天了。我好歹能讲点他们懂了就懂了，就没有别的了。你非得接，你接完了以后，我哎，不是那个不吵架的还没过，你知道吧？好吧，我闭嘴了，不然的话我一就是你刚好你又讲中国好女婿的天花板，我就很忍不住想吐槽的，知道吧？说我是憋着做，反正明天摆烂，等后天上来的时候，我估计就不想吐槽了。宝贝们，我现在闭嘴好吧？我闭嘴。就是明天的直播应该会有一些东西，到时候就转移注意力了。对，我明天要做，明天我不播，我明天要摆烂，明天星期四啊。行了，我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刚才就那些了，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只是想让咱们家小橘子的老公们也学一学。五分钟已经疼老婆，不是宝啊，咱们这个糖就到要到位，就是这么讲的。我就说了，五分钟该说的都说了，get 不 get 到是你们的问题，我不想补了，真的不想补了。老在那问，不补了，不知道。算了，以后五分钟姐说完，阿姐就不要说话啊。对，哎，你们记得这事儿就可以了，以后用得上就行了啊。你们记住这事儿就可以了，以后用得上。给你补新话题就好了。这个对，就是今晚直播间交给对，今晚上直播间交给你们两个了。到11点为止，我现在在看小说哦。我觉得我能插话我就插，不插我就直播间交给你们了。我要闭嘴，你知道吗？不然忍不住，我他妈就今天一天的都想在吐槽。然后就是，但是现在是硬生生的憋住了。现在心情没有那么坏了，以后的话你一吐槽，你一说这个以后又忍不住想吐槽了。我还是看小说吧，真的。我你们两个补啊，我看小说。还有啥呀？还有啥？没啥了，就这个。不过就是这些嘛，对吧？真的，咱还是说说阿姐吧。就咱家这个阿姐俊哲想你哦，这个塌房姐，你们觉得咱们认识了这么半年多了，就他真的这竹筒倒豆子这种性格有什么藏得住的？他什么都藏不住。真的，经常是什么你知道吗？经常是本来说好的就是
不说了。然后呢，下一秒就开始狂吐槽，吐槽完了以后呢，又说我要憋着，我还是不说了。然后呢，过两天又给我吐槽，哎，因为就离谱啊。他跟咱吐槽吐了半天，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不能说的。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他妈我微信很高冷，知道吗？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平时多高冷，你们应该知道，能花一个钟来跟你们吐槽，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离谱。行了 ，OK， 我现在情绪很、okay. 很稳定，对，现在我躺在棺材里面。好了，好了，就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明天听回放。对，这个今天想说的东西都说完了，你们可以就那些了，自己去领会吧。嗯，对。懂的人都懂了，没懂的人就算了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吧，反正联系一下，应该大部分人应该都能懂。对，也就差不多了。这事儿让阿姐这么有责任心的人讲的话，真的就是好的坏的哔哩吧啦的全出来，必须得我这种谜语人绕八村的给你们讲，最后能说的也就说了。对，我觉得五分钟姐真讲的很到位了，是不是？对，真的很到位。一开始我真的是以为是你在那边，我就是啊，小 K， 请你对我，请你说我恨死这些人了，人肉人家绿豆汤干嘛？我恨死这些人了，哎呀，我真的是憋死我了，哎、憋死我了。对，好萌啊，你，对呀、啊，这个这些人怎么这么讨厌？真的是，哎呀，真的憋死我了。反正听得懂的就过去了，听不懂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已经说的很直接了。那好，我来带大家做核酸，咱们牺牲一下饺子吧。嗯，反正他也不在这边，没事，你说吧。嗯，你突然间就尬住了，突然间就尬住了，突然就尬住了。他突然就尬住了，我你看呐、啊，他其实他也想吐槽了，尬住了。其实麦上这两位也没多好，我跟你们说，麦上这两位也没多好，一说完、哎、立马就尬。没什么话题，主要是哎，最近我也没有怎么看看那个微博上面，最近比较忙，没有怎么看，然后也没有什么话题好聊，然后一上来你让我说嘛，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就这样吧。不是，我跟你讲，聊得好好的，本来我跟你讲，你们两个心里面也没有多好受，真的，然后一停下来，然后立马就尬住，还要努力的想找话题。哎，真的是，就是好女婿啊，怎么了？这话题有什么不行？怎么了？女婿是个好女婿，挺好的呀。我爸我妈很有福，我铺垫了那么多，是不是从他们恋爱开始讲这件事情的合理性，最后绕出来，我容易吗？哎，五分钟要不真的不容易。我五分钟要不这样子，要不这样子，嗯、就是行程不说。行程不说，咱们就说一些，就是就直接吐槽，对，直接吐槽一些狗事，就是这些狗男男的事情。然后呢，就此今天晚上打住，以后谜语人也不做。然后有事儿想说就说，不说我们就忙，我们就不说，要么就不说，要么就不要像今天这样子一半一半的，我也难受。我跟你讲，我也难受。对，那我先说哈，我先说。你先说，让他说，真的要憋死了。我先说，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狗男人，他妈谈个恋爱吧几辈子，我感觉他是不是前几半辈子全他妈是单身狗，然后就把那个技能点，恋爱技能点全他妈点在这一辈子了，我是真的觉得的。停，我这时候必须吐槽一下、啊、嗯，就是你们能明白吗？他说话是这样，你们能明白打字儿也是这种语气的话，看这些字儿的人是什么心情吗？对，就我就暴躁，对，我就特别暴躁，真的，我就特别暴躁。然后我跟你，我今天是一边打字看了一遍，然后语音又听了一遍。对，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然后就是人家是怎么跟长辈处得好的呢？哈，人家是怎么长辈处得好的呢？人家来了以后的话，带的是生日礼物，生日礼物是生日礼物，上门礼是上门礼，知道吧？人家上门礼还跟人家老婆商量的有理有据的哦，有理有据的，还偷偷摸摸的啊，人家还要 surprise， 知道吧？这样子也就算了哦，这样子也就算了，我就觉得已经够狗了哦，更狗的来了，超低箱的一个行李箱，突然
以为是行李呢，居然不是，你知道吗？居然不是，人家已经照顾到了什么，就是旁系血亲三代以内的他妈的亲戚里面去了。哦，然后，你最主要是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类型了以后，你要知道，就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点，就是要把老婆给带走。然后最关键是最恐怖的是长辈。就是长辈被打，就是被就被突然间这么哄的，就是眼睛笑的都看不见的那种了。老婆被就是儿子被拐走了，好像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知道吗？对，请结合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对，就是自己的老，就是自己儿子被拐走了也没什么问题。场地的机票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觉得应该要回去，应该要回去看长辈，应该要这样子啊。这我女婿都来看我了，你也应该回去看你婆婆。就应该到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才说蹲你一个毛线，你能下辈子蹲了你。行，痛快了，哇！对啊，我只能说，真的至于吗？从他老婆回来陪他妈那个时候，陪你们老的时候，这个时间加起来满打满算也就小半个月而已，真的满打满算也就小半个月而已，经常给人一种感觉是半个世纪没见面了，你知道吗？至于吗？何至于？最恐怖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居然可以分身乏术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他不会拧分身，我都觉得要我觉得龚俊熙蒙上一辈子啊、我感觉应该是师承漩涡鸣人，懂吗？他师承漩涡鸣人，懂不？真的师承漩涡鸣人，太无语了，本来对关键部分就不谈了。你们如果说是能感觉到你爸这两天的一个不正常的话，你们就立马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他漩涡鸣人了。对对，疯了。你们应该知道漩涡鸣人是谁吧？不知道就拉倒啊，拉了多，懂吗？拉了多，你就应该我说什么，就是能让我见到以后，我就觉得我。至于吗？真的，你留意这两天你就明白我说什么的。我也不打谜语人，见不到就算，拉倒。对，给我发了十一个问号。对，对，就是 get 到就 get 到 ，get 不到就拉倒。我只能说他妈的师承漩涡鸣人。对，我看到的时候我傻眼了，我说我靠，哎，哇，这么拼！哇，我真的一定要吐槽这个死狗男真的是谈个恋爱而已，让他谈满谈对了，我跟你说，真的人比人就是人比人那个弹幕的宝贝们，咱们不提地点不提行程了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晚上就不说也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要不说的话，咱家阿姐可能会憋出个三长两短了。对，以后不谈了，真的以后我可能真的不会聊了。但是行程咱不说，嗯，就反正就是以后就是。我不喜欢说话说一半不说一半，但是行程我就不报了，但是事儿得跟你们说完，说完下次以后还有这种事儿的话，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就是不会再跟你们说事实的了，以后会可能会提，以后可能会被就是跟五分钟聊的时候无意间可能会说到，但是不会给你们做事实的，就不会像今晚这样子，因为我们说一半不说一半我们也难受。我二哥指甲钳是现在是标本啊，只能说就是太会了，这拐媳妇儿大法都学，让以后谈恋爱找老公真的不是说照着他那样去找，你把这个案例讲出来，你问他你会为了我这样吗，只要是点头愿意的，他后面就会做到，那找这样的老公就没错。对，最关键是人家老婆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人家老婆的妈妈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对，哎，当面订机票，哎，对，人家觉得没什么问题，人家来了人家不带走，人家说再陪您两天，哎，然后关键是咱家老太太咱家妈咪还特别受用，受伤的只有橘子皮对吧，还有阿姐，那他们是全家都是很欢乐的。对啊，就是快乐是人家的嘛。嗯，这快乐是人家的，真的是的。
懂吗？所以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说不吐槽这个事情，真的可能会憋出内伤的。对，真的，我们俩中午就是哎呀，这至于吗？至于吗？就这半天就这一句话，对啊，对啊，我半天就只有一句是至于吗？以后我再也不说他们说猜他们行程或者什么的，也再也不问他们是这些什么东西了。为什么？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可能都有，主要是真的再离谱的可能都有。真的，我是服了，真的是。真至于，我真绝不至于跟你讲，可能我这辈子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对，所以我说了，阿姐并不是直接就知道的。凭阿姐的认知，我们俩讨论的多的是为什么这么惊讶呢？是因为我们俩是被局限了。我总结的，就我跟阿姐说，我总结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会这么惊讶？明明已经是很麻木的中年人了，是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了谁去疯狂过了。而他们俩的这个疯狂才是让人最惊讶的。没有是我们已经认定要翻车了，我觉得五分钟输定了，然后是那种绝地翻盘，你就明白我有多窝操，就是绝地翻盘。对，绝地翻盘，真的，你们是不太懂什么叫绝地翻盘，所以我只能窝操，条件都不允许，各方面条件都不允许，懂吗？我已经是默认翻车了，我默认翻车了，真的，我以为我赢定了，我以为我赢定了，对，然后我无语住了，然后本来这个已经卧槽了，后面看到他出现在12:54，卧槽，对，然后再看到他在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以后，我又卧槽，对。我本来是第一个是绝地翻盘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没什么感觉，是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又出现了以后哈，我才说绝了，漩涡鸣人。嗯，对，漩涡鸣人。然后分析半天，咱们这位姐立马去核实各方面的信息，核实完了以后，最后还真让人家有可能，对，还真让人家有可能，你们就看到了那条动态。恭喜萌，你真是超人，这是阿姐当时千言万语就浓缩这么一句话。对，没有话可说，你就恐怖是别人去想那个合理性，还真他妈有，我跟你说。对，而且想了就是只有这样才合理，全让他算进去了，全都算进去了。对，没有一丝的一个意外，你知道吗？没有一分意外，我也是服了，真的太。我只能说太懂了，但是他没算到的是，就是人性，这个绿豆汤会有问题。其实他也不用算，是咱俩的问题。对，我就不，绿豆汤这事儿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嗯、对呀、啊，我就不该提太多他。对啊，我只是没想过这些恶心的人那么多。以后我们直播间没有绿豆汤，只有钵钵鸡，我们的钵钵鸡重现江湖。嗯对啊，我们钵钵鸡重现江湖，有本事去扒钵钵鸡去。对，这个以后还真是得展开说说，等以后再说吧，总有一天能说的。他今天这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法讲，得把这个说清楚，咱阿姐才算通畅。但是这是真不能说，咱绿豆汤被人家人诱了呀，还怎么了？被人诱了呀，真的是还怎么了？不是不相信我说的吗？嗯、干嘛去人肉人家呢？天天在那说我骗人骗人骗人，你又去那里人肉人家，真的是，我觉得最变态是你们这些人，好不好？变态就是他们这些人。对啊，而且我至今真的我真的很无语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明白，如果说是阿姆他们那边恨我恨到这种地步的话，我能理解；如果说是蘑菇恨我恨到这种地步的话，我也理解。为什么？因为我经常骂他们，也经常损他们，是不是？哦，也经常损他们。讲道理，我的存在本来对他们就是一种伤害，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反而是我们自己家 CP 粉这个局子这个圈子的给我的一个冲击感比人家两边独围的还恐怖。所以我就有时候不太明白他们这些人，
对啊，我本来对，对啊，我本来我的一个存在，对于他们那两边来说就是一个伤害的。我是能理解别人铁，就是踩我，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把我妖魔化到那种，就是说人家新人上山也好，还要特地去跟人家避雷我。我有时候我一想哦，我说我被阿 B 已经限制成这个样子了，不会推广到首页的，也不会推荐出去的，人家刷到我那无非也就是缘分的问题，你还要特地去避雷，你就没想过你去跟人家避雷，所以人家反而好奇过来找我吗？嗯，对啊，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我直播间这人再多了，真的。但是现在在突然进到这个直播间听说话的人也听不懂了。对，他刚过来也听不懂了，他只能去直播回放啊！我是发，我服了我的直播回放，他妈的从四月十五开始，那个直播回放，你点每一次都有十几个人在看，嗯，对，每一次点进去都一堆人在听回放，被骗就被骗了。讲道理，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欢迎，就是刚刚上山的宝贝儿，你知道不？我他妈唯一不是产出太太啊，我不是什么人脉，我什么都不是的那种，我只是纯粹喜欢橘子皮一群人的一个俊泽粉而已哦。我在这里也并非因为俊泽，所以的话就是那种理念还有概念性都不一样。其实我也不太喜欢我这边来太多都不懂我们直播间梗的人。懂吗？我就觉得我天天这样子跟五分钟唠唠嗑，跟你们唠唠嗑，我们开开车，没车开了以后摆烂一下，又有事没事就聊两句，是不是？哦，五分钟，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好，我没有想，对啊，我真的没有想说要多出名，然后、我的直播啊，我要冲什么十万粉啊、二十万粉那种大 V 去的那一种。我真的，如果说是来我们直播间又不懂我们直播间的梗，时候一直在那弹幕里问，我们两个也烦，因为我们两个是看弹幕聊天的哦。对，对啊，我就觉得来来回回就我们这帮人就挺好啊。你今天晚上来看的人更过分了，现在已经有2600了。嗯、啊，人多了。对啊，嗯。那啥，你是不是进了橘子窝？对啊，这里就是橘子窝啊。嗯、对呀、啊，那你是啥呀？你不是小橘子吗？对啊，真的。是真的，五分钟哈，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有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致对外是很正常的哦。但是你做内战的时候也不带这样子做内战的是吧？哦。也不带这样子做内战的那种感觉的。嗯、那你讲道理就是，就你真的是毫无根据的就一直在抨击你这个人。我说我说可能我真的不 care 这种，但是吧，你我如果说是讲道理，我逛了个、嗯、我逛个阿虾也好，我只是上去看一下新闻，或者是我就去瞄一下睡他们是不是在吵架什么之类的，我去瞄一眼，然后评论里面的话一老是看到说这个又说我那个又说我那个，讲道理哪个心情能好，我也是服了。哇靠，我又不是什么我又不是什么野兽，你是奥特曼吗？真的是。是不是？我是小怪兽吗？你是奥特曼吗？不打倒我，你是这辈子不舒服是吧？嗯，不是你我怎样就是就怎样啊！而且我讲道理，我又不去阿 B， 是不是？说讲道理啊，讲说实在的，我要是去阿虾上面那里，我告诉你们我的账号是什么的话，我可能在上面真的就是一个超级大 V。超级大 V， 因为阿虾上面一堆心理不正常的人多的是哦，就是越怀疑我，他越要关注我，每天都要看一下我在那里说了什么，就窥屏的也一堆嘛，哦，也是那一种的。我告诉你们我账号，我跟你讲，我瞬间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红 V， 对，真的是服。你的首页没有看到说过我的人，那起码你的首页还挺好的，我不说难不难顶的问题，真的，那关键私信过来骂我的还也顶着双人头像啊，是不是？我讲道理，我这个大号我都懒得去看私信了，我黑红有时候我就不想明白，我连红都不想红，还黑红，五分钟哈，我刚才已经说了，就你这个。这个一眼望到底的，你当不了女明星。哎，就主要是你也不想红啊，再来给我来个黑红。哎呦，谁让你宣传我啊，真的是。
一开始还不是你们这帮神经病宣传我，还不是你们这群神经病在你抬我。对啊，本来我们直播间那个时候固定两三百个人的，是不是？你问我们直播间那帮老那个老观众，我一开始直播时候他们就在的那帮，我们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就固定两百到三百个人，然后阿 B 也在线我流，也知道的，也经常打我。那个时候你都没来，我五分钟那个时候都没来，我们直播间就两三百个人，我那时候可知足了，我跟你说，我可知足了。以前我们两三百个人，就是我们弹幕也很多啊，因为他拉拉回都是我们那些熟人嘛。那时候我们的话题就无聊到怎么蒸螃蟹，对啊，无聊到怎么蒸螃蟹。然后有时候甚至是我在做美甲的时候，一句话不讲，对啊。然后本来我们这里就很安静，然后人就很少。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微博那里，我又不玩微博哈，我也不玩微博，我是不明白，就突然间在微博那里一堆人在那里抬我。抬着把我硬把我给抬红了，我靠，你问没问过我哟？对呀、啊，我那时候还没开始学会录屏嘞。对呀、啊，你抬我的时候，我真的红不红？你有没有问过我？我也不想红啊！他妈，你把我抬红了，就越抬别人越好奇。对啊，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了。现在也没有，也感觉也没有说成什么大什么女明星了，就反而就是这帮人把我给拱出去了，然后现在搞到我们直播间这里，就是人也多，鬼也多。五分钟哦，真的成分太复杂了。对，我没有见过我们家有哪个人的直播间像我这个像我直播间这里的这个成分这么混乱的，什么都有。但我那个时候，对，我那时候是有幸出现过在 B 站首页的，好不好？那个时候好歹咱也是新人主播哈，他妈的被限，后面就被限流了。好汉不提当年勇，阿姐。对啊，现在我能出现在特别提醒都觉得要烧高香，有些宝贝已经把我设置成特别提醒了，我开播他都看不到，还要特地搜我名字才能进来。对啊，真的，我第一次发现，真的，我们家这么多人开直播，只有我直播间的成分是最复杂的。对，我们直播间什么死蘑毒蘑菇也有，海蜇有，那个什么水母有，那个母也有，对啊，还有那个那几个大妈的那些鬼也有，对啊，那些鬼也有。还有一些在我们家装人脉的，要过来搬货的，要过来进货的。对，真的讲道理，我直播间里面有一小半是阿虾过来的，对，阿虾过来的，真的。对，对啊，我现今天就最后没憋住讲的这些东西，他们任意发挥的话，就又抬一波。对啊，又怎么样？哎，我习惯了。哎，要你讲道理啊，讲道理啊，台姐们，你要是能把我抬走的话，早第一天就走了。就所以我把你当屁呢，真的，你又何必自取其辱？再说你不是需要我们，对吧？对啊，对啊，离不开我们。对啊，天天巴巴拉巴拉，像个哈巴狗一样等着我放饭，是吧？等着我放饭，然后吃完了以后又在你对我汪汪汪，真的是畜生都没你像你那么畜生的，是不是？对呀、啊，我要是能被你抬着，我早第一天就不来了，是不是？早第一天就不来了。而且你没搞明白我为什么直播，对、啊，真的他没搞明白哈，就是都以为我是因为俊泽，知道不？都以为我也有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卖床单呢。啊，对，不是，我跟你讲，最离谱的是之前有人说我卖窗帘，对。就窗帘梗就是这个样子啊，后面进化成了四件套啊。对啊，我那个时候一脸懵逼，对啊，我那个时候一脸懵逼，我说我靠，我连在我直播的时候连窗帘都没提过，居然说我卖窗帘。对啊，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是窗帘的，后面就进化成了四件套了。对啊，就无语，就离谱，你知道吗？唉。就反正就那么点快乐都被他们折腾没了，所以我说你抬我有什么用啊，是吧？哦，抬我有什么用？又不 care 你，真的是。对啊，还发老发私信过来骂我，我看不懒得看，好不好？对啊，世界的尽头是美甲，对啊，
我跟你讲，你说我什么都我都觉得不是，你说我是个美甲师，我立马点头，对的，我就是个美甲师。对啊，嗯，我都要考虑去，我都要考虑要不要去考证。他们说现在美甲师的证那个含金量不重，哎，然后我就说算了。对啊，世界的尽头我是美甲师。卖卖卖个头我不卖。对呀，啊，你看台我都换了多少批了哦，真的五分钟我就觉得我好耐扛啊，嗯，啊，好耐扛啊，这台姐都换了多少批了我还在哦，真的笑死了。有了哦，去年四月到现在哦，再过个几天我们开播有七个月了哦。七个月，你现在让我们薅的就是想在这种纪念日发个糖，你都没有库存了。嗯，对呀，啊，我现在都已经被薅啊薅的头发都薅光了呀。什么他们说他什么房没有什么好塌房，哎，不是最近不是房产靓仔不是闹笑话了吗？哦，我看到他那个直播的那个脸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说他这个瘦脸针打了得打多少针才能把之前的时候他那个脸给消下去了，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去房产的时候回来那个脸真的好肿啊，哇靠，我真的是馒头，我都不敢出现他。他都敢出现，后面现在他这个是消肿了还是打瘦脸针了呀？我是服了。对呀，真的联想 iPad， 哇靠！不是人家问他用什么联想什么产品呐，啊？讲道理，你要是实在记不住的话，你说平板不就行了嘛？啊，你说平板不就行了嘛，嗯？那到时候如果说粉丝想去买的时候，你直接人家直接去问客服，说房产推荐的那个平板是哪一款，人家客服会推荐给你啊，直接来一句 iPad。哎，是 Apple 的，啊。对啊，他妈的还是竞品。对啊，还是对家竞品。这么可爱的吗？对啊，我反正我是见过蛮多，就是我反正我觉得代言真的很敬业的，你阿爸算是独一份。你爸把产品的性能都背得超熟。对。对他把做个饭，对那些代购全代言全都放在货架上柜子上。对呀，啊，就是他营业啊，特别是营业他的商务，还有介绍他的商务，他会很用心的去 read 那些流程，还有 read 他今天要推荐的产品。哦，阿姐，嗯，阿姐，我知道，我想我这么努力的配合说相声，然后还不要人设，我最后图什么了？我想要一对醋憨，有人出给我吗？我靠，你是五分钟姐，你就有特殊性了吗？真的是，你爸妈都没有啊？他们都没有醋憨吗？对啊，有想说我啊，嗯，但是他妈商务过不了啊，就是最过分的。就团购的时候没有那个商务啊，那有个屁用呢？我不知道啊。哎，你们，对啊，你对啊，就是你还你就是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觉得哦，你然后你过来做进钢丝腿毛，讲道理我都没有，是不是？腿都没有，那个，毛咋有哎？我确实不好那个，我不好，对我虽然我真的挺不好那个，但是有别人好。你看看刷屏的这些人，没有新的他们。对，旁贴我也想要，嗯，先是醋憨。就挺没意思，知道吧？你要知道，这种东西要自己买得到才有意思，懂不懂？不，没事，我不嫌弃，我有意思。不是啊，我是说，我是说正主。而且胖贴的那个做的那么可爱呀，啊！啊，我都没我有时候经常听不懂你们说那个娃的那个名字，我只知道你要知道，就是你知道胖贴吗？我不知道，我是被唠叨太多的那个醋憨。胖贴是手办。胖贴的手办是演唱会的那个庆功宴上，妈妈穿的龙虾卫衣，然后爸比在旁边拿着个话筒在旁边扭捏的，就那个腿还是那样子。而最最传神的是妈咪穿龙虾卫衣的那个还稍微胖一点，那眼神超嘚瑟的，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手办？哦，嗯，哦，难怪。不是，我其实我之前我也不知道，你们唠叨的多，别人也唠叨的多，所以我才知道。但是讲道理，我连醋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粗憨，粗憨是我们娃圈的顶流啊。我是真不知道长什么样，讲道理。太传神了。你把太多，你把娃放在一块，我都认不出来谁是谁。但是我买了那个福满，就是那一对也不错。对啊，我不好这个什么出五分钟也先出我，你们这帮还是人吗？你看到没有？其实你看到没有？这直播就是直播间这帮的人也不是，对啊，都不是人了，真的，一个个都不是人了。那行，这样我倒放心了，真的，这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就俊哲世界只有爸妈最重要，也不用认我，没事儿。那不挺好的吗？讲道理是不是？那不挺好的吗？嗯，对啊，我就喜欢你们拔屌无情。今天白天我跟阿姐吐槽，吐到一半她可能去忙了，人消失了，我就问她这屌就拔了吗？她又出来了。没有，我刚好回来你知道吗？跟她跟我聊聊一些题外话，因为我在忙嘛。哦，她发信息的就是虽然说我打字也很快啊，不管是手机或者是电脑，我打字都很快，但是我并不一定一直有时间回。他打字真的很快，你知道吗？就关键是他跟你聊天的时候，真的很像他本人，呜呜呜的，你知道，很快，知道吗？很快。然后你又在忙，你又在忙的时候，你就顺手再看一句，然后我一回头一看，他最后一句就是你就这么拔屌了吗？我给无语住了，知道吗？就直接发了一串逗号。对，直接发了一串逗号，我也是服了。是怎么吐槽？吐槽没有吐槽啊，没有，就是就只是说一些很正常的一些事情。讲到我跟五分钟私下的一个聊天的次数，就是一只手可能都数不过来，就无非一些很重要一些事情，我基本上不会聊。哎，就关键有时候他经常找我他的信息会被我怼，会被怼到很下面，我不一定有时间看，所以他经常说我特别无情，特别渣，这个女，对，说我是个渣女，然后他发信息都不理他那种。那没办法，他真的，他一每天经常他的那些消息都被压到后面去。明天呢，直播间里会有生日款吗？1000件，算了吧。听说361的副总已经到了成都。嗯。哦，那应该是在成都那边了。不是，他1000件想卖给谁呀？他1000件想卖给谁？因为他们都线下都抢完了，线上卖1000件。线上卖1000件，他不是，他到底以为自己家的线下到底遍布了，是不是遍布全国各地啊？真的是遍布整个县城了吗？还是遍布每个城市都有了？那做不到这遍布新余就可以了，不要遍布其他地方。啊，气死！这就是这点地方都做不到的话，好意思放1000件？他放1000件卖给谁哟？新余最多就可以了，其他店都不重要。他妈龚俊西蒙，龚俊西蒙，你老婆现在是你人去哪跟去哪？你他妈卖新鱼有个屁用啊！哎，新鱼可是3家店重复2次变成6家店，占比最大。那是说他布货也是 double 吗？对啊，真的。我不知道了，但是他这个海报上面写了，就是线下门店的名单里面，新鱼是占最大的。然后呢，他一看是把3家店。double 了一下，变成6家店。我先讲道理啊，我非常的热爱咱们中国的每一片土地，包括新余。但是我真的摸着良心，我真的觉得新余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堆到那里有什么个用？线上卖1000件，他卖给谁啊？真的，工具西蒙，你不用这个样子的。361，咱家这离谱的，就是有人可能会千山万水的过去。这不但促进了消费，还拉动了一些交通上的消费。是吧，都给他。他1.0的时候新宇打7折，对吧？全国唯一的地方就是新宇打7折，其他家都没有。对啊，真的，那些什么许愿树啊，还有那些姻缘嘛，都被你们挂得快，你快要断腰了，你服了你们。都已经在新宇开始带货了，哎。对啊，我觉得361怎么回事呢？他这市场调研做的真的是线上卖1000件的卖给谁哟？好多仙女湖，你讲到你江西那边去看山水真的很不错，确实。
江西那边去看山水。妈咪讲的新余在我脑海里，它是一个大街小巷飘着辣椒香味的地方。那确实那边吃的东西都挺辣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合作商的工厂就是在那个江西高安那里嘛，哦，江西高安，然后还有个客户在丰城，在丰城，对，然后那个对啊，然后那边之前有去过的时候的话，有第一个是去他们那边的那个山水真的挺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去一起，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好几年前了，那时候都没有疫情，对啊，去那时候玩确实还不错，就是那边还不错，我比你们先去仙女湖了，没认识子涵。2.0出来的时候，也是饥饿营销，京东啊全平台都没有的。但是估计可能也没有，可能那个时候是真没做什么库存吧。现在之前，但是这现在已经知道咱们家啥意思了，他还备这么点货，我实在是不能理解，有必要吗？但是你看到没有？其实后面那个轨迹也不是经常上啊，你主要你我可能也不想烂大街吧，他吧，我也不太懂。讲道理，我就是做服装的，我也不太懂这种，真的，你好能卖多少是多少啊，是不是？这种下一个你就有轨迹4.0啊，你把这批3.0给卖完了以后，还有4.0吗？5.0啊，是不是？那你多做点呢、啊。明天晚上我去签约，我看不了直播，我也抢不了。刚好明天晚上我也要摆烂了。你们也知道的啦，我是不怎么不怎么买的，什么？大姐帮我抢一套呗。哎，你少来了，等我连直播间都懒得去。哎，我跟你讲，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去到公司那边，就开个手机。一大早的，我们群里面聊的那个话题超沉重。哎，一个说到女性，然后突然又话题又转到了教育，又转到教育，后面又转到了一个女性爱自己的那个问题。哎。那一大早就这么沉重，小 K 哦。然后后面我来了一句更他妈的沉重了，我说等过个几年以后的话，陪老宝贝他们回乡下吧，就打算好好的，就带月月也回去，好的把月月教养长大，教懂事，顺便把老宝贝他们送走，然后再回来。你看这种话题他妈超沉重了，我不明白一大早的为什么会聊这种话。对，明天又是姐妹翻脸的时刻，那是抢的时刻。今天翻车子讲了，自己去听直播，不想讲，不想讲了。讲了，听回放去吧。听后面呢、啊，听到后面去。阿姐有一种就是吃完了韭菜馅的盒子，然后又喝了两瓶冰镇的山海关，在演。2公里没有公共厕所的路上狂奔之后，最后坐在马桶上的那种舒畅感。对，你听后面就行了，因为前面一直都在憋，对，一直都在憋，然后感觉好像就拉出来以后，哇，全世界都通了，对啊，就喘息了，对啊，憋到最后都憋到喘息了，对啊，然后实际憋不住了，就直接喘息出来了。你看了、啊、真的是我你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被五分钟带坏了，你们真的，你看到没有，他们形容都找不到别的形容了，真的是就分分钟都离不开屎尿屁，他们你看。对啊，是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形容你还要我回到这里，关键是五分钟说你就算了，他们弹幕的还是这么有默契，你要知道弹幕跟五分钟他有延迟哦，你们这么默契我是没想到的，真的。对啊，多贴切，还在你夸你。不是，因为这世界上只有这件事是最爽啊。对啊，真的每次形容有多憋屈，最后就有多爽。你给自己还找借口，然后就是在自己坐到马桶上的一刹那，你还说你们出去把门带上，外边把音乐打开，我要开始了，就是那种感觉。啊！为什么他还会形容？不是啊，
我就说他接地气算了，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这么接地气？对啊，这关键是你要知道，你们跟他是跟五分钟，他们这边是有延迟的。你们这个弹幕居然跟他说的还一模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种事情上面有默契呢？不是很懂你们。对啊，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面你们这么有默契？真的是。啊，没有啦，你一个人就孤掌难鸣，好不好？你反对也没有用，但是孤掌难鸣。对啊，还有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有个宝贝儿，台湾的宝贝儿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那天我在说台湾的时候，把他们形容成毒蘑菇的时候，他觉得好伤心。然后我对，然后他感觉就说好像我很讨厌台湾，然后好像很讨厌台湾，然后他感到很受伤。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直播间里面不少台湾的宝贝儿，就是以我家庭而言，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又爱又恨。但是我从小的受到的教育的话，就是台湾它是个宝岛，它上面的人都很，它岛上的人都很热情。所以的话，就是在我心里面的话，台湾永远都是宝岛，但是我没有义务的话，会喜欢这个宝岛上面的所有人，明白吗？那就是跟我是家人的，我自然很爱你。你跟我不是一个家人的，讲道理，我没把你打成狗都已经不错了，明白吗？就是你认同一个中国的一个思想的话，我们就是家人。我们就是好的，真的，我有时候我讲话确实会真的很容易上升到政治局面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真的。你如果说是你认同祖国就是大陆这边，我们是中国，我们是一家亲，那你就不会因为我的话被伤到。为什么？我很爱，我就说了，我爱中华，对吧？我爱我们中国每一片土地，但不是我会爱上面的每一个人，知道吗？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像香港也是回归的呀，但是香港也有港独啊。那港独讲到见到面，我都想把他塞到厕所去，你更何况是台独，是吧？台独台湾都还没回来嘞，是不是？那我讨厌的肯定不是讨厌你啊，我讨厌的是台独啊！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台独的那个立场上面去呢？跟我难受呢？讲道理，你站在那个台独的立场上面去的话，我更不可能哄你了，我没把你哄走就不错了。懂不懂？是啊，我们直播间也有蛮多台湾的宝贝儿的，台湾的宝贝儿、香港的宝贝儿的。那为什么能聊得来呢？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呐、啊，是不是？合则来，不合则去。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啊。对呀、啊，那我们第一个是三观跟政治上面也好，或者对一些事情上面也好，一些认知它是一致的，它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是不是一致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没必要挽留你，你也没必要停留在我这里啊，是不是？你多喜欢我多好，那政治立场都是相悖的，你说这个要怎么处得来嘛？讲道理，如果说我是普通家庭，可能我还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含糊的过去。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是台湾哪一天说要回归的时候的话，需要到老兵的话，你信不信老宝贝第一个上战场？因为这个已经成老一代人的执念了，知道吗？老一代人的执念了，因为看着他是怎么分出去的，不是怎么分出去的，就是心里面他是一块病的，所以的话在我这里的话，并不是什么敏感问题，懂吗？对啊，你对啊，就是其实。讲道理，你就知道像台湾他们那边的一个政治真的很烂嘛，真的很烂。有些是已经接受过一些新世界或者出来见过世面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太 care 他们那边的政治的。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这么介意他那边的一些政治的事情呢？讲道理，我是真的觉得蔡英文就是个十八婆啊。难不成我骂他十八婆伤到你吗？对啊，在我心里面真的蔡子就是个十八婆啊。打了也没事啊，真的，我直播间被打了也没事啊，我这话就放在这里了呀。菜菜子就是个死八婆啊，对啊，你要是认为这样子也伤到你的话，那就伤到你了，不好意思哈，我不付药费。对了，后五分钟啊，真的，在我心里面菜菜子就是个死八婆，这样子伤到你的话，我不付医药费的。负一加一，对吧、啊？陈负一，听到没有？真的是，对啊，真的，你不需要跟我。
我说的是谁，你就不要自己乱带入。我们直播间这里有这么多台湾的宝贝儿，有谁有跟我发信息跟我说他伤心吗？而且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有个宝贝儿叫佩意的，真的是我们台湾那边的宝贝儿，他还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帮我做那个做那个什么直播总结。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直播间很多台湾宝贝儿的，然后他在 YouTube 上面那里做了俊泽的一个频道，还搬了我很多直播回放过去，是经过我授权的，对啊，经过我同意搬出去的，他们都有在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花一些心思在跟我讨论这方面的一方面的一些这些原因，因为我不是普通家，不是普通的一种政治立场的一种想法的，特别是这种家庭类型的，就非黑即白，明白吗？什么只要不讲政治就好，你在我这里很难不讲，哎，懂不懂？你在我这里很难不讲。对啊，佩意他们台湾这些几个这帮宝贝儿真的很好。怎么了？你刚才想什么？没事，我在想后面我们谈什么话题，还有一个小时呢，我现在已经困了。没有，十一点我们就下了。嗯，对，十一点就下了，我不要十一点半了，现在天气有点转凉了，我要早点睡。对呀、啊，对，站坐在这里。你看，对啊，你看直播间的人都很明白，就是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有时候是免不了会讲政治话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你妈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一些时事的一些事情也好，多多少少会涉及这一些。讲道理哦，你要是哲瀚的事情，你要是不懂时事政治的话，你看不懂的，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是不是？怎么可能会不讲？上次卡点掉，我也不想啊，老是说这种，真的是这审核盯着时间送我下线的。我们俩还有半个钟啊，要聊什么？对啊，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回避这个话题。是的，中国人不会回避这个话题。其实我真的觉得，真的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宝岛是真的很可惜。为什么？因为我们宝岛其实我知道年轻的这一批真的是受害者。哎，刚好就掉了，那我刚跟大家说晚安了，宝贝儿。哎，五分钟，我发个弹幕告知被逮了，这样被打了，睡觉去。就因为你说了菜菜子就被逮了啊？对，我去，刚好也要，对啊，刚好也要下了，我去发个动态告诉大家啊。我就说到了，是被锁了吗？还是什么？没有，只是让我去那个更改内容，其实也是一分钟啊。算了，还有十几秒的了，算了，不发了，一会儿聊一会儿就下了。然后就下了，反正还有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聊的，你可以提前下了。没有啊，得上来跟他们说下拜拜就挂了。哎、还有个十秒钟，没有，刚刚我在聊点政治问题，以后会被逮了。打了就算了吧。啊，对啊，打了就算了，所以发个那个吧、你就发个动态说被逮了，就是提前下了嘛，不要再什么拜拜了。对，是哦，我看一下，被逮了，刚好时间也到了，行了，今天把该讲的讲了就行了。我真的想到你前面说那一长串铺垫那么久，然后他在最后跟了两句话全部破了，笑死了。我的阿姐呀，必须得吐槽这群狗男男，这两个我还不在旁边，我在电脑旁边，你知道吗？我赶忙跑过来，你不是正好走了吗？我就只能硬生生的扯话题了，没有办法。